艾克上马的，上不上马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上路爆炸了。你们说猴跟船长对线到底是优势对线还是劣势对线？其实我觉得挺劣势的，是不是我出装有点问题？我觉得打船长可能得先出耀光。我感觉有点劣势对线，船长挺烦人的。你秒吧，你秒不掉，他就在那彪彪你，彪彪彪彪彪彪彪。船长对线其实挺厉害，打船长不好打，打那鱼也不好打，打石头人也不好打，打大树也不好打，打奥恩也不好打，最好打的就是剑魔。这个英雄最好打的那就是剑魔，这打武器也凑合地儿吧，也不太好打，没一个好打的英雄。昨天看洞庭湖偶玩猴，比你太远了。哎呀，别拿老真拿别的主播老比的比这比那的，没必要啊。每个人玩的这个局儿它不一样的。那就学着打不着那就行了，摸他一下。没玩好，这波E慢了。交闪，应该换了，没事，可以接受。来个血，来个长剑，兵线也还行，应该是往出推的。他这波兵非常的集中，所以应该是往出推的。俺们人肯定一闪我100%，人家也不傻，他肯定知道我要交闪，他在墙上先定一手，看我交不交闪，我交闪他就一闪，我就不交闪，你不交易我就不交闪。这波他要打不了我们没办法。因为我没有E了。出的双多兰。
他真敢放啊，他敢现役呀、啊！我就发现猴的英雄还得是反应快，这反应稍微慢点就不行，躲不掉技能。蓝林汉呐、啊，老了，反应可不咋地了。反应可不行了，他推线比较慢，还好。W 躲 E 才打得过，你所有的技能全部都能躲掉卡米尔的技能，全部，除了 Q 吧 ，Q 躲不掉，那 Q 点人放的那肯定是躲不掉，剩下所有技能全能躲掉，所以反应一定要快，他放什么技能，我们放什么技能就能打过，他要不放我们也打不过，这玩意儿能。得精神稍微集中一点，我不能再跟你们勾留了，我不能看你们这弹幕了，下一波我要杀他。 Fuck you， 你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。好钱啊！你反应是又慢了呀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先把提亚马特做了。卡米尔的英雄推线没有提亚马特也有点费劲的，上路来，这波可以杀，他没闪，兄弟，这给他放跑了啊！不太应该呀，我两段 R 瞎子有大，把卡米尔放走了啊，他反应稍微有点快，我给他扛塔，这波他有点猖狂了啊！走，支援一波。好像不太用去了，回家了，没必要了。我们也来个耀光。省得他来耀光，我不来耀光，凭啥呀？我也耀光，我们都耀光。卡比尔这波不交传送，兄弟，你不交传送，你知道你丢多少兵？他想留着传送过来，那个传下路，行。我感觉呀，没啥太大的用。
他也不能自己去打峡谷先锋吧，我觉得。啊，他敢打吗？用妖气。这有个小兵，为啥塔下挂机了，罢工了？我的发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小兵塔下挂机了，真的挂机了，啊，出来了，这回出来了。我到现在还没单杀过他呢，我想杀他一次。这波可以来。真的，我到现在还没单杀过他呢，那都是队友来他死的。其实我这把操作稍微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其实还挺好杀的。要干嘛呀？要硬打呀？那肯定不给呀。必须得扣他一下。希望他们能俺多过几招。我把这塔皮吃了吧，我感觉。160。我们这波不要放技能啊。再吃一层塔皮，我们好像有点无敌。算了，这波就不细节了，这波细节容易死。对面齐亚娜不得上哪去了？这个多兰盾我就不卖了，夏洛死的惨呐，夏洛，夏洛确实死的惨呐，不知道对面拿不拿龙。挨打，我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来，小龙，正好齐亚娜把技能用了，可以打龙。
凑过来把龙打了。我们这波双收，收龙，又收那个峡谷先锋，双收，大丰收。维恩应该去上路。我来，你去上路收，我来。我来。算了，不追了，没意义，追他，推中，最好是推中。扫一下啊，齐亚娜可能在屁股后头，扫他一下。别让他逮着维恩。nice， 小黄毛可以杀。我给你扛，威严死了，算了，这就没必要了。他希望他没有闪现，威严让他砸死了。哎呀，要是锤石扛塔就好了，变成维恩扛塔了。锤石扛塔就只能死锤石一个人。希望他们的河岸不过几周。不是解脱。中路给他们吃，我就不吃了。我要打的跳弹，很有可能下面就俩人，我往右打吧，我往左打，有点吓人，说实话，我不敢打。这没地方去呀，这也没法去呢，上路那上路两个人，艾克加提亚娜，我去了就死，他俩指定搁这蹲我。我都不敢收，这地方谁敢收？这地方都连个眼儿都没有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就进一下草丛啊，有点吓人呢。没有人就好办，小龙拿下。妈的，谁？
没有人，可能就艾克一个啊。打小龙吧，不能再推了，再推费点劲了。他们家艾克一直不出来，你知道吧？这谁知道他搁哪呀？艾克也没大招啊，有大。啊，旁边有人儿，我说他怎么敢跟我单挑？可以大龙，我发育不错，我已经14级了。死亡之舞，其实小黄毛装备也不错，差个15，差个能有500块。可以要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撞死掉，他们家没有眼儿。这不直接把龙给他打没喽？艾克还搁下路呢，提亚娜估计不能走，我再蹲他一波。卡萨丁把艾克杀了，啥玩意儿呢？断我一波节奏。哎呀，不过没事，我们分推。我也不中团了。有点吓人呢，射，用不着，这可不好上啊。这时候该撤了，走吧。但他妈要害追，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应该不能再追了，投降了，投降了。哎呀，其实我跟你们说，这游戏想赢挺容易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打了2天，我还原地踏步啊，气死我了。